这些年来我已经很少表演了，那今年是 SG50 嘛，所以 SG50 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什么人都可以例外，对不对？然后而且自从我开了那个演唱会之后呢，就很多来邀约的朋友说你演唱会都可以开了啦，所以呢请来表演一下。那我要跟大家说，我不是以一个表演者的心情来到这里，是一个朋友的心情，特别是想好好唱一首歌给那些不管你有没有尝试结果没有买到票的那些朋友，所以今天是免费的，梁文福唱歌给你们听，好不好？好，是考试前夕，来，谢谢文福老师，谢谢，来一起来。如果今世往少数都上完，我不必得到三年半。如果周公真的爱着治天下，何必不断催我入梦乡？三缕大夫不投汨罗江，埋粽子老王生活怎么办？如果楚霸王当年不到乌江，隔壁班刘邦不会这么嚣张？观察招聚不合饭，现代的古典没人做何打算？如果刘备不付出诸葛亮，会不会闹出一阵剧本荒？只看过薛丁山偏要跑安禄山，知道冯宝宝他演过杨玉环。若非时而金牌将岳飞来吊饭，今天还吃不吃到油条香？我吃过月饼当然知道朱元璋，吃榴莲知道郑和下西洋，古不尽全的戏听过东西唱，看金庸小说知道袁崇焕，只谈林则徐烧鸦片烧不完，西太后偏偏相信义和团，珍妃不该嫁给那个光绪皇，几千年等到一个陈中山。万里长城长没有历史长，考试题目比那思路还弯，五乱花乱我的脑筋更乱，心情比那八国联军慌，多少年的改变已经很习惯，多少次革命总是革不完，谢天谢地近代史老师讲不完，下一代历史考试不敢想象。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文福老师，谢谢，我还会唱歌给你们听的，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文福老师，谢谢。大家开心吗？还想 echo 吗？在没 echo 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中山公园的赞助商跳破，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跳破了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呢，跟这么多的新加坡和国外的游客一起来分享新谣，还有新新谣，也谢谢晚晴园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大家先小心啊，要小心安全，而且要把我们的垃圾先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我们有两辆巴士就在那，记得要过什么斑马线，要注意什么自己的安全，还有文福老师还有海蝶的歌手呢都在纪念馆里面，可能你们有机会跟他拍照，可能啊要看时间了，所以你们可以到纪念馆去，而且我们有送礼物啊，所以你们可以到里面去，那我们呢在纪念馆里面见面，好不好？再次祝福大家，记得我们在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还会呈现新风向的表演，我是陈伟俊，谢谢大家，晚安，夜梦吉祥，我们新风向再见，6月6号，谢谢。再次谢谢新加坡文化遗产节2015，谢谢。